很开心。然后我们在还是练习生的时候就可以受邀到球场开球，是我们的荣幸。然后谢谢球场。谢谢。我觉得在球场上表演跟在舞台上很不一样，因为很疯狂，然后感受就可以更感受到观众带给我们的回忆。这期间有特别练投球吗？我们刚刚有小偷练一下，大家有去有魔鬼训练一下。因为刚看到你们投完球，你们还有去就是摸一下土，然后还有跟球场鞠躬。那这部分你们是有参考什么其他团体吗？或者是之前开球的影片？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看棒球的，所以野球魂，对野球魂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球场的尊重。对，所以我们会做这样的动作。之前有来球场开过球。哦，没有，哈哈哈哈，有这个，我来这个，来过一次，我是来过一次，我是没有，这是第二次，我是第一次，然后我从来没有看过棒球，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，然后马来西亚棒球对我的话比较不普遍，对，所以我觉得第一次来之后，来了这里之后，我觉得好新奇，一切都很新奇。那有没有支持的球员或是想的球员？林鸿玉，然后我们刚刚有拿到他们的签名球，然后很开心，这样真的很开心，非常感谢，对，真的非常感谢他们，还有陈冠宇，对，感谢。那因为今天也来很多你们支持的这个粉丝，你们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讲？这样子，我觉得他们让我们更确定自己选择不是错误，而且。也借由这次的机会，让大家更知道自己其实只是需要那一份动力跟勇气，你就可以无所不能。真的，还谢谢他们。好。谢谢。OK。谢谢。辛苦了。梁浩球没有坏球，继续蹲外侧，这球打到右半边，应该是一个界外啊。哦，这位球迷哦，厉害哦，身手不错、哦，这个有戴手套就是专业。啊，这个但看起来是，这是坐在这边是兄弟的球迷吗？哎，那这个界外的出局数是不算的，他没有穿哪一队的球衣啊，没有特别的一个明显的特征、哦。